牛角就韩式的，我就喜欢牛角。你喜欢日式还是韩式的烤肉？中式。中式烤肉啊？没有。你说那个中秋节那个中式烤肉？沙茶酱，沙茶酱是什么啊？不是烤肉酱吗？什么是沙茶酱？你这烤肉加沙茶酱是什么鬼？有人烤肉加沙茶酱？起来的时候加一点点沙茶，不就是你的沙爹了吗？是这样吗？最好是，那差那么多。